小白菜，地里花，两三岁，没了娘，走了亲娘，来了后娘。个弟弟比我强。戏子，戏子是你吗？戏子，戏子是你吗？红娘，你怎么也进来了？啊！他们为难你们，打没打你？没有，就是话说的太难听了。受着吧，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唱的是风波亭，眼下刚走了个过场，正戏还在后头呢。那你是说白朗是岳飞？自古忠臣良将都不得好死啊。那要这样，我们就学梁山好汉劫牢反狱。虎妞啊，你还没看出来吗？就凭白爷这身手，想走他早就走了，他不走也不让咱们走，他非要留在这儿给人家把道理说通了。给说理也得找能说理的人去，这帮人就不讲道理。哎，你说啥样的人能说理？英子政委说过，延安宝塔山毛主席那才是圣明。我去找。戏子，你疯了，真要跑啊？不是跑，我是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告状去，要像杨三姐那样。红娘，你可想明白了，你这样不明不白的跑路就逃跑，抓住是要枪毙的。你放心吧，他们抓不住我的。等我找到毛主席就回来救你们，等着吧。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你们这是在诬陷。笑，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就不会讲出来。其实情况我们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现在让你说就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要说也不会跟你说，等真正见到组织我自然会说的。不打掉你们这种嚣张的气焰，我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时候跑的？昨天晚上。你说你们怎么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啊？他把门撬开跳后墙跑的，岗哨都在前院呢。不要以为这样就得意了，什么找毛主席啊，分明是给自己的叛逃行为找借口。通知叶美莲赶紧把人给我抓回来。是。这人可是让你们给逼走的。说得好听，钱家连一家人全是汉奸，他如果跑到地战区把我们的情况泄露出去，你能负责吗？在抓捕过程中如果遇到反抗，格杀勿论。你敢对付叛徒必须严惩。二毛，二毛，你醒醒啊。二毛你怎么了？你醒醒啊，你说句话呀，你看看我呀。二毛，这是谁干的呀？怎么了？小芬就出去打鬼子刚刚。哎，
你不能出去啊！老子拉屎拉屋里啊！鬼子，还能有谁？什么样的鬼子？没看见。为什么要派一些生瓜蛋子去？这枪法比咱上次遇见的鬼子强多了。你这样让他们送死，你知道吗？白老，你以为就你知道人吗？你看见这个？是跟我一个养车的兄弟，我在改造院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哪儿发现的鬼子，你必须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回来几个？九个。有几个受伤的？没有，枪打的都是脑袋，挨上当时就不行了。消灭了多少敌人？敌人一共有多少？他们长什么样？没见着，连个影子都没见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枪枪都不再走空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你干什么？报告，总部刚刚来电，慰问团三天后到达根据地，请我们派人迎接。告诉总部，让他们原路返回，不要来了。是。不，哎，老赵，要不这样。再多派点，派一个营搞火力排查，两天应该能来得及。你想把我整个独立团都搭进去啊？马上报告，监狱目前敌情复杂，梁总部取消训政。是。小宋。是。通知连一乡干部，马上到团部集合。是。由我和王政委带队，一定把那个暗藏的敌人给揪出来。王政委，咱当官的总不能老看着战士去流血从命吧？报告团长，独立团武工队战士白朗向团长请示，请求团长能批准我出去宰鬼子为兄弟报仇。不关你的事，我跟政委带队。团长，那些战士们的伤我都看过了，伤虽然不一样，但是枪法都一样的准。对付这样的神枪手，你就搭进再多的兄弟也没用，必须一对一。你不能去，你伤还没好呢。我早不碍事了。这次鬼子跟上次那波是一拨人，我跟他们做过战，我了解他们的秉性。再说他们在林子里待了那么久，就算是铁人他也累了也乏了，我现在去正好是以逸待劳。秀才，慰问团啥时候到？白老，你不要以为可以趁机威胁。你仗打得再好，跟你犯的错误也要一分为二的看，我绝不妥协。你这话说的还像是个爷们儿。这样，我去打鬼子，等我回来，你爱怎么查就怎么查。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还就不信你能一手遮天。慰问团啥时候到？还有三天。行，三天之后我提着鬼子的人头来见你。来了。团长没事，我心里有数，我肯定能完成任务。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但是你得答应我，我走这几天不许难为改造院那帮兄弟们，
好吃好喝给我招待着，等我回来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你这是趁人之危，答不答应吧？赶紧的，给个痛快话。嗯，说出来，这谁听得见？答应你了。行，都听见了啊，答应了。说出来的话，拉出来的屎，哎，不行往回坐啊。你这说什么呢？你这是就你一个人去啊？人多了反而累赘，跟上次似的。伤没事了，你看这次的鬼子兵跟上次的一样。瞅枪法呢，应该是一个路子教出来的，可是要上次的跟这次的比，充其量也就是徒子徒孙辈了。老板，你知道上次的鬼子跟以往有啥不一样吗？枪法好，身法快，都是老兵油子。还有啥？他们都是关东军，跟口内的鬼子兵可不一样。我在东北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东北山多，林子也密，所以关东军特别擅长打山地战和丛林战。他们那好多人还都是从日本的北海道来的，那地方冷，所以关东军个个都跟狗熊似的，特别耐冻，还耐得住性子。打埋伏战的时候能趴在地上一天一夜不带动的，你根本看不出哪儿藏着人。对付这种敌人千万别硬碰硬，一定要想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法子才能赢他们。好，我都记下了。大爷，你走了，扔下我吧，我们可咋办啊？干啥干啥，过两天就回来了，又不是不回来了。哎，我妞呢？行啊，这丫头胆儿够大的。秀才，我再给你加一条。白狼，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等我打完鬼子就把虎妞寻回来，等他回来之后不许为难他，不许说他是逃兵。那要等到调查以后才能决定。用不着查，虎妞什么人大家心里都清楚，不比男爷们差。那要不是你们把他挤得急了，他能像秦香莲一样四处喊冤去吗？赢不赢？如果他没跑到敌战区，那当然就不算叛逃。好，大家都听着了，替他把话给记着。走了。島田大佐が未だに一人でシナ人と戦っている。俺たちにできることはここに立って彼のために祈ろう。等他回来一定要继续审查，严查到底。这种趁机要挟组织跟组织谈条件的歪风邪气绝对不能助长。
别动。哎呦，吓死我了。别往前走了，我前面埋了一个手榴弹。哎，是他们把你放出来，还是你自己跑出来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出来就是为了寻你回来的啊，赶紧给我回去。不，他们不再为难你了吗？两码子事儿，那毛主席还有空听你叨叨啊？还嫌自己家那点事儿不够丢人，满世界嚷啊？那不行，没个说法就回去，那戴眼镜的还会欺负咱的。实话跟你说吧，鬼子又来了，而且比上次那会儿枪法还要好。你现在待在这儿很危险，万事等我收拾完鬼子咱们再说，行吗？哦，鬼子来了才想起咱的，哪有这样的，拿咱当啥了？说什么呢，当兵不就是打仗吗？这仗又不是给他姓王的打的，那是给中国人打的。谢蒙杀驴咋办？他敢。你放心，我都跟他说好了，你回去之后他指定不能再欺负咱了，你就别在这果乱了，行不行？不，我要留下来帮你。你连杆枪都没有，你拿什么帮我？你说枪声怎么这么奇怪啊？好像不是冲咱打的。林子里还会有我们的人？应该没有啊。这下你想走也走不了了。大家先睡吧，这么干着急也帮不上白了。曾伟，你还是让我们待着吧，躺着炕上我们心里更闹得慌。可大伙儿也不能这么愁眉苦脸的呀。戏子，讲个笑话吧。讲什么呀？讲什么都行，只好把大伙儿逗乐了。白狼他会回来的，他说他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的。我相信他，因为他是白狼，有九条命的白狼。赶紧睡，别发呆。
到我醒了。人睡着的时候，跟醒着的时候喘气是不一样的。我算服了你了，颤了毛比猴还精。山里的野兽早就认我当祖宗了。哎，你踏实睡一会儿吧，把枪给我，我帮你望着。得了吧，手里头有枪我才踏实。得赶紧回昨天那地方。为啥还回去？我有点纳闷儿。按理说，昨天枪响之后，鬼子为啥没出现呢？我在那儿还埋了四颗手榴弹，我们得把它起出来，还有别的用处呢。那是不是我们摸错地方了？那怎么可能？墨山一带我都转遍了，这肯定是鬼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而且我们团里的兄弟和首长，就是在这儿被鬼子伏击的。鬼子这次来一定踩过点儿，他们知道这儿离根据地近，而且是交通要道。走吧。真把狗给招来了。鬼子来过？来过了，还破了我布的家伙，看来是个高手啊。什么不对？有新土味，小心点啊，留神脚下。这是鬼子的九一式手雷，比我们的手榴弹好使多了，一炸一大片。我有好多兄弟都是被这手雷炸死的。那现在怎么办？我去找老铁，找他过来帮忙。那怎么行？他伤还没好，根本动不了。这个鬼子很贼，先是破了我的手榴弹，然后又在旁边又布了一个，幸亏我鼻子尖，要不然肯定上头了。他怎么知道我们在那里等他？他很聪明，肯定在林子里待过。他就像一只在林子里的野狼一样精，藏好了，等着我们的兄弟一出现就咬上一口。哎，各位，今日は私は誰にこういう国に入っていく前です。君や子供たちの元気でやってるかどうだ。昨日は
俺がまたもう一回死亡線から戻ってきた。それはあなたから来れたのお守りの影で、俺が一つ聡明の名物が出会った。彼は俺の頭上の活動の区域の中に機関を設置した。でもこんなの名物がかえって俺が非常に興奮しました。そんな興奮のガリの感は、こんな領物のこそ俺が射殺にあってになる。戦争で亡くなったら俺の袋の世話を頼むぞ。資料が上海で亡くなったから、俺が天皇陛下のためいつでも賜りの準備をしました。こんなクソの戦争でさ、たくさんの優秀な大和の男たちの命を亡くなった。俺は品人の地で戦友たちの復唱するのつもりである。それではまた敵を探しに行こう。君らも俺の安全を祈って行ってくれ。柴田より。鬼子没你说的那么邪乎，上次那几个鬼子枪法那么好，不照样被我们干掉了吗？我还打死一个。你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上次那些鬼子加一块儿也抵不过这次的一个。我就没见过这么神的枪法，最可怕的还不是他的枪法，是他的脑袋。这次的鬼子太贼了，我看过他所有的伏击地点，选的都非常好。你看我们这儿的山成八字，所以叫它帽山。在这儿鬼子伏击了军分局的首长，一共四人当场牺牲。在这儿小川和大周当场牺牲。在山梁底下五班的一个兄弟当场牺牲。还有这儿，就是我们昨天挂手榴弹的地方。前两天二营六班的两个战士还有一个连长遭到鬼子伏击，开了三枪当场牺牲。树林边上的土路，一个区干部和一个县大队干部当场牺牲。在河沟附近，老张，我们队伍上的老骨干，从大别山根据地就参加部队的，老张当场牺牲。老张太可怜了，一直在唠叨，等打完鬼子就回家成亲。怎么了，白狼？你看，每一次鬼子都会选择在树林边上打伏击，可是唯独这一次不是，他选择在河沟边上动手，真奇怪。我没觉得有啥奇怪的，那你也许他们正好路过呢。水，我知道了。这条河沟往下流，水是浑的，只有在上游是清的。鬼子的老窝一定在水沟的上游。要他们真藏在河沟附近，那我们就能摸到他老窝了。兔崽子，老子要一锅烩了你狗日的。说这招行吗？当然行了。我原来手底下有个兄弟在东北用这招打过袍子，这招在东北叫袍子庄。后来东北进了鬼子，他就到了山西，我们还用这招在山里打过山羊呢。哎，
今天晚上咱们就动手，在河沟的所有要道上都埋上这些家伙。我就不信了，他娘的鬼子不上钩。哎，你说这万一要伤到自己人咋办？怎么会呢？咱们自己人走正路，鬼子伏击作战不走正道。不过，咱们埋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千万别出什么动静。所以还是晚上埋比较妥当。哎，你弄完这些就眯瞪一会儿，今天晚上估计忙活一宿呢。哦。みんなの様子はどうだろうか。今日は一つ間違いのことがありました。俺はあのシナ人の兵士と出会った。そいつは見たところもとっても若く、秀夫と同じぐらいの年齢でそっくりだったんだ。俺がやらなかった。そいつを見逃してしまった。敵に同情するなんと二度ともやっていかない間違いないんだ。それでは俺がまた行こう。俺がいないの間おふくろを面倒を見てくれてとっても感謝しています。Thank you.
这鬼子还挺机灵的，咱们的袍子装没有伤到他的要害，让他给跑了。而且他应该已经过了河，洗了伤口，咱也没法再顺着血腥味继续追下去。这是个聪明的鬼子，在林子里混的经验很足啊。英子、今日朝さ、俺が相手の下町を当たっちゃった。彼は下満州の動物狩りの機関で、俺の左の腕を傷をしました。でも大したのことはないです。あの瞬間はさ、絶対的にあなたが俺に守ってくれたんだ。あれは本当に危険し、または興奮的な狩りだった。俺と彼は同じ猟人である。当時にオタワに相手の猟物である。あなたのおかげさまでさ、俺は自信がある。この猟物に価値を持ってる。そして彼の命で俺の戦術を付加する。俺が負けたら、俺から言えばさ、死亡は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もう七日目だ。島田さんが思っているの食料絶対足りません。おそらくもう間に合わないだろう。心配すんな、待ってろ。島田先輩は豊富の作戦経験を持っており、森の中でも食料源を取れるんだ。それから一番重要のは、島田さんは我らの入りが嫌がってるんだ。羽田さん、もう島田先輩の息を感じているのだ。彼はもう自分の目標を見つけてるんだろ伤的畜生。保险起见，咱俩轮流观察。我估计这鬼子就在附近，正等着咱们冒头。